一。林子彤，你最好莫有白讲，那无我有足侪方式当对付你。是啥啊？你这妈到底是在变啥梦啊？你如果是啥啊？咦，我是妈妈，你是安怎？你来袂认得我？啊！我不是杀你啦，你给我放开啦！依依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我是妈妈，你来袂理我，我就咬你这个宝贝草囝的！依依，你给我放开！依依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依依，依依，妈妈，我咬你！依依，神明，神明，神明，你莫安尼啦！我你无看到伊，已经行到就要乌坑两日去啊！是啦，姐，你较冷静诶，伊现即卖啥物状况，咱还阁无清楚诶，莫甲吓惊着啦。哎呀，你是凭啥物来管我囝诶代志啊？阮即世人甲你，伊已经参无到最无老啊，已经无任何诶交叉。你到底来遮是要创啥？你哪会安尼甲妈讲话啊？迄个关系是永远切袂离诶。我跟妈做伙来关心明英，迄嘛是正常的代志啊。静瑜，你跟恁姐姐好好讲啦。我才不是姐姐啦，我无这种死鬼我大表小妹。你莫搞玩啊！我就惊你莫搞玩啊！咦，免惊，免惊嘞，免惊啦，吼，我无咧冤家。你莫误会，啊，我是你的阿妈，阿姨是你的阿姨，我拢是你的亲人，你袂伤害你的。阿姨，你莫听伊胡白讲，因这不是你的亲人。是咩啦？我拜托伊好无？你无看到伊已经行到安尼，你讲话敢会遐莫遮尔啊大声哈？恁到底是安怎顾人的？顾到我的查某囝出意外，顾到我的查某囝连我这妈妈都袂认的啊！我好好一个查某囝交予恁的，恁到底是安怎对待伊的啊？是的啦，我这嘛无清楚，你可能爱转去问医生啦。我只不过是来带病人回去。无清楚？恁娘子讲你把这里拢送予恁娘，跟恁拢无关系啊，是毋？是咪啦？你莫甲人为难啦！啊，莹莹的病情本来就是爱问医生啊，就是啊。你敢无看到你莹莹即马惊到安尼皮皮喘呢？即马对伊来讲，上界重要的就是赶紧去大病院替伊申请一个全面的检查，毋是让伊参像即马安尼，伫个家看到人就打。就算我当赢所有的人，又搁会当安怎？对伊病情敢有帮助？莹莹。你莫惊，妈妈即摆有带你去申请。好，来。妈，无咱倒来看卖。奇怪，林子彤是倒一条神经无正常啊，哪会熊熊变痟的？刚刚是迄天去摔一下变趴带哦。迄天应该无伤到遐尔严重啊。
敢是看到你妈在现场，才安尼怪？啊，你唔知啊？啊，伊这个心机女，唔知影干嘛变瞎棒啊？那紧转来去看卖咧。医生，刚才结果到底是安怎？是安怎伊会变到安尼？因为白银小姐，伊大概有去弄掉，造成啊伊脑神经线有去震动掉，该暂时哦失去记忆。按好你家在哦，伊脑细胞跟脑神经线无去顺掉。你这肯定要用伊到底是安怎？我已经是人好好的李白哦，今摆哪会变到安尼？你较冷静的啦，啊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啊，你即马来追究，对莹莹的状况也无什么帮助啊。就是啊，我敢袂当拜托你较冷静的啊？你敢无发现，你特别若一激动，讲话较大声，莹莹就随惊着呢。你去做呀！你莫卡着我的查某囝，我需要恁的时阵，你随个随个拢闪到远远。你无资格对我起嘟嘟！啊，医生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啊，你拄则讲功能性短暂失忆，啊，敢会好啊？好啦，恁大家莫再来紧张啦。拄则我看这电脑断层哦，伊的头壳是无去顺着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伊的当时我都回头记忆哦，这是足歹讲的。有人哦，几工啊就再回记忆啊。啊，有人哦，啊，足久足久，我都恢复记忆啊。是伊，真啊假啊？这个林子彤这么敢跳，根本是在给我蛮快啊！医生安尼讲，应该是真的啦。我袂放心，万一真正也是给我蛮快，等林刚哦，等说完跟阮金玉来看伊的时阵，都把规个真相拢讲讲出来。哪里我这阵嘛，跟着林子彤所想的，可唔都白了讲啊！好啦，恁双方哦，巧合准刚好讲了吼，我先离开啊。多谢哈。恁今麦看到林莹，唔是参像恁所学的状况这么歹，心足失望的。什么啦？恁今麦人拢看到啊，会当走啊？卖搁伫个遮假关心啊！你哪安尼讲话啊？不管安怎啦，你拢无当好人。你干妈过去九年相处，有恁的记忆，而且你嘛无法当好人的事。妈对莹莹的疼痛，嘛是真心的啊！我只要一想到第七波是安怎将阮母仔给放出去，我甲莹莹是安怎狼狈，是安怎走投无路的。我都无想要甲你有任何的牵连，尤其是甲我莹莹。你莫想过伊即马变甲安尼啊！你得当趁虚而入。你莫哭啦，我无代志啊，我只是暂时想袂起来我是啥，啊，不过我无变戆啊，安尼。不是真好，但不过你连我这妈妈，你拢袂记得啊！我只想到，我是我就会改归咎。我若是叫你妈妈，你会欢喜，我就叫啊，不要紧。我只是哭叫不出来，无，当我想起来的时阵，我搁叫你，好不？心敏啊，你的心哦，都放较开的啦。你看，
啊，你看英英哦，虽然讲一出一挂，啊，不过伊的态度变甲真正面啦。啊，都参照我，我的脑部嘛捌受过伤，失去记忆足久的时间。啊，不过我即马拢完全恢复啊，所以你唔免遮尔啊烦恼，哈。是啦，你嘛知影，我过去嘛是捌受伤过啊，只能嘛是退下甲十二回天刀。啊，你看我即马嘛是规场好好徛伫咧遮啊，所以你要有信心，伊一定会好起来。你是讲煞袂啊？恁讲这话，讲给恁家己听就好啊，莫搁伫我面头就假说假答。伊若是无失去记忆，伊赶快对恁的话屁谈屁烂。新兵啊，恁哪会安尼讲呢？你要走还是唔走？敢讲真正等到我甲你屁谈屁烂，你才要走？妈，说说去啦。为着咱即摆已经知影伊无代志啊，那恁先来走啦。行啦。多谢你哦。妈，你先走。伊拄则讲的话，佮梓潼细汉的时阵是一模一样呢。啊，以前我要出门的时阵，梓潼都会揪我的手，讲一句话呢。恁即马倒是好阿妹，你雄雄走出来，看清满册，是看甚物意思的啊？佮唔走，行啦。妈，你莫艰苦啊啦！阿姐迄款态度也毋是一天两天的啊。咱即马应该甲伊应共款，抱着正面的态度毋才对。对啦，应该安尼无毋对。啊，看到伊虽然讲伊失去记忆，啊，毋过伊的个性啊比较早搁较温顺，搁较乐观。啊！而且搁把代志，安尼我都放心啊。上次跟你用伊哦，也够淡薄良心。有交代医生要处理好你的空嘴，现在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伤过。所以你就别再艰苦了，好不好？你阿公在家丁回官都一直想要把他好生领导回来，现在在起笑，你现在又变成这样。好啊啦，不是说好不要再艰苦啊。咦，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，现在妈妈就剩剩你我知道你看到林梓潼跟你妈安尼烂条条，你是真受尽真艰苦的。啊，不过即马会当确定林梓潼确实是失忆啊，至少袂过来找咱麻烦啦。嘛对啦，至少即马无人哦，去我后脚，我真是无后顾之忧。